当然的话，不是说在感受中，或者是在哪个法门之中去做熏习的，而是三禅一定有它的前方便跟前资粮，就是让你懂得如何回光，知道那个觉心的本来面目，你才能够去打坐参禅，是吧？那个才叫做真正在性上坐禅。什么叫性？性就是你要在一切感觉之中，你都要知道觉心的存在，一切感觉包含你现在的每个意识每个意念，你要习惯它，在每个意念现前时你都要知道觉性的存在，假如没有觉性，哪有那么多感觉，是不是？对吧？所以感觉是变化的，我们现在都活在感觉里，但你知道吧，在那么多的变化的感觉里面，其实你的觉心从来不变的，因为觉好觉坏觉黑觉白永远就是那个觉，它从来不变，它虽然可以现出好觉坏觉黑觉白觉，但是那是缘起缘在幻化，但觉好觉坏的心永远是一吧，觉好的觉跟觉坏的觉同样是一样平等平等的觉，从来不是二吧，这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平等觉，你才能够入一切差别，就是你能够知道那一面觉心它从来非种种法，你才能知道它为你呈现一切法。就好像镜子，镜子它一定不是青黄赤白，它才能为你呈现青黄赤白，对吧？反过来说，它因为为你呈现青黄赤白，是不是所以你就能知道它一定超越青黄赤白？因为它不是青，不是黄，不是白，不是赤，不是白，对吧？你要说那镜子就具足青黄赤白，那它照白之时，应该青黄赤都要一起现前，对吧？它具足嘛，它就现前，都要一起现前。事实上不然，它可以差别现，也可以一起现。它为什么能差别现一起现？因为它永远不是青黄赤白，它才能够为你现。只要你的心已经是一法，你就不能现；你是黑，你就不知道白；你不知道白，你也就不知道黑，对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就是熏习来的，就是诵习。等你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将来九熏成性啊，你自然而然就在每一个起心动念之间，你就能观察到那面心。你看的是起心动念，但你体会的是这念不二的觉性。你看的是种种二中的差别，可你体会能明白一切二的，就是你不二的觉照。所以你二修这个不二叫参禅，那叫参禅。所以那个心要很明白的。所以打坐参禅的人是可以在每一个，因为你坐下来心绝对不会静止，在你每一个感受中，哪怕是坐的时候酸啊痛啊，或是呼吸的感觉啦，或是心里面任何感觉，你都要去念念之间向觉心中体会，那叫参禅，而不是在一种感觉里面等待那个感觉的变化，或者等待那个感觉的极静，那都不是。因为你觉得极静跟你觉得不极静是同样的业力，因为你都不知道是觉，就类似于你在镜子上面你抓着黑色跟你抓着白色，那叫同样都叫抓着色，那都是色而已，那都没有差别。所以这一念心是靠熏起来的，这一念心才是中国佛教祖师一直不断的在提携行者念念懂得在这个道理上回光去禅的。你要明白这一念心，就我所谓的明白这一念心，就是你在这些道理都懂得老老实实念念之间在这个觉心上面去体会，那你是看经念佛打坐参禅持咒才有意义。所以古德才说不是此心，对吧？修一切善法无意义，都无意义。所以这些道理要懂。所以假如说我参禅很久了，诵经很久，可是这些道理还不懂，表示虽然久，但可能是因地心中，因地心中可能还没有发觉地心，就类似有人说一个人天天去亲近大山，他亲近久了，他要是发了真正耗耀大山的心，那个大山的意境会活在他心里，他就会懂得那个道理。你每天读的是圣贤的出世间圣贤的书，你每天念的是佛名佛号，你每天参的是念念觉心，怎么有些道理不懂呢？那怎么会不会在你心中起身潜移默化呢？能够起身潜移默化叫以觉应觉，你所学的哪怕是看一个佛像，你只要真正赤诚恳切，那个佛像在你心中它就能够起身圣人应该有的知见。虽然你没有证，但最少你要知道，这叫做大势至菩萨讲的相光庄严，应该要如此啊。
为什么他能够如此？你决心就是如此。你要真正用到世间的善人的决心，你会发现他学什么东西，他是要面对什么，那个他面对的东西就会在他心中印落出来。为什么？因为决心明朗过，决心清楚过。凡夫的心就是，他虽然叫决心，可能决是追着感觉的，越是追着感觉的，他看到任何东西，山是山他还是他，水是水他还是他，这中间没有绝招，那叫做暧昧佛性，暧昧决心。所以今天学佛的人，若是这一生中不管你参禅啊、打坐诵经，假如到最后你还没有办法深入道理，还没有体会那一念心的话，将来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做任何事情虽然有心想做，可是那个心中就是不那么踏实，想做的东西永远就感觉到它就离你很远很远，或者是离你觉得你就很难去真的好像马上找到一个下手处。因为就是什么，因为就是没训练自己如何把这个决心提起来。若是学佛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决心提起来，将来你活在世间，你看到大山，大山都利益你；看到大水，大水能浩瀚你。你活在那个世界叫做大觉世界，那个世界就叫道场，那就叫做所有一切，那才是真正见性的地方，那叫法性。你看到一切都跟心息相关，看到大山，大山提息的是你心性；看到大水，大水提息的是你心性。那这些东西讲的不是学，那怎么样训练？训练就在精神学佛，你要念那种的回光开始。它不只是打坐参禅，懂吗？那不只是坐在那边，所以只是坐在那边。要是他真的发了菩提心，一个人发了菩提心，最初不懂，他枯坐在那边，但是因为发心正确故，或许他懂得道理，他懂得回头，懂得马上去改变自己。但是这是要真正发心正确，这种发了决定心的人才有这种善根。